一发出凯撒的你就这么痒，玩的地图流我放在视频的最后了，省流可以直接去那看。凯撒冲击力越高，盾越厚，所以武器方面，凯撒优先自己的专武，再干一命。其次可以用青衣、克里达、狼叔他们的专武，除了吃不到被动，基本的面板加的跟专武都是一样的。他们要是不肯借武器店贵重骨寒安迪的德玛电池，有哪个用哪个就好。击破武器虽然被动不生效，但冲击力还是能用的。驱动盘就在护盾套、原始朋克四件套，二件套可以带二振兴，让盾更厚。四双爆，五误伤，六冲击力。副次摇暴击来爆伤，大于大攻击力。技能加点优先加核心技，然后加战技，其他的等你有了资源再慢慢升级。秘策方面呢，一米开局自带护盾，并且降低五米范围内所有敌人15%的全属性抗性。二米攻击力加成从1000点提高到1500点。四米连携技大招额外回复3点支援点，能量不够时可以消耗一个支援点代替发动超级强力盾击。六米战技必定暴击，并提高凯撒225%的伤害，能当副 C。 抽取建议，平民的话你抽0+0就可以停手了，再往上抽可以先抽一个专武再抽一米。完整的地图流我会放在这儿啦，还有锚点你在培养时遇到的任何问题都可以放在评论区告诉我，我来帮你解答。关注绝区一，秒懂绝区零。